播报1月13日讯，北京时间1月14日凌晨0点30分，英超第22轮，曼联将在客场迎来与热刺的焦点之战。赛前，博彩公司开出了曼联下赛季长期主帅的赔率，波切蒂诺以8赔13位居首位，代理主帅索尔斯克亚以2赔5位居第二位，齐达内和阿莱格里以1赔9并列第三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孔蒂、索斯盖特、亚尔迪姆、卡里克、希丁特、吉格斯、奎罗斯、温格和罗伊基恩等教练也出现在了这份赔率榜单之上。曼联新赛季主帅赔率1，波切蒂诺8赔132，索尔斯克亚2赔53，齐达内1赔93，阿莱格里1赔95，布兰科1赔166，西蒙尼1赔187，法夫尔1赔207，孔蒂1赔207，埃迪豪1赔2010，雅尔迪姆1赔2510，索斯盖特1赔2510，布鲁诺热内西奥1赔2513，卡里克1赔3313，希丁克1赔3313，德尚1赔3313，勒夫1赔3313，巴特1赔3313，吉格斯1赔3313，安切洛蒂1赔3313，奎罗斯1赔3321，马尔科席尔瓦1赔4021，温格1赔4023，贝尔萨1赔5023，贝尼特斯1赔5025，罗伊基恩1赔66，辉略